霍雨浩坐在轮椅上，一直手头的收拾你们。霍雨浩，这次魂师大赛，我一定要打赢你。 这么把我围着吧，太夸张了！你可是我们获得冠军的最大依靠啊！三师说的不错。出发，出发！预祝咱们唐门战队早日凯旋！ 父皇那边如何了？陛下经常昏迷，失去意识。军方有什么反应？很平静。自从我们掌控了名都卫戍区后，军方的反对声消失了，帝国一半的军队都掌控在我们手中，只有五分之一在您政敌的控制下。我登上帝位后，他们死因到底的话，你就去走一趟。是。你做的很好，橘子。我登基之后。 会立你为皇后，将来一统大陆，你就是我的元帅。谢殿下。大赛筹备的差不多，史莱克学院的人来了，先不要招惹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与我们的人能擦出怎样的火花。去请庄丽先生来，我有要事与他相商。是，殿下。 比起这种钢铁城市，还是史莱克城更有人情味。 欢迎入住明月酒店。
看来各国前来参赛的学院还有宗门都住这里。好豪华的酒店呢，报名的人多到要爆炸。恐怕全大陆五分之一的顶级魂师、魂导师都聚集在此了。你们稍等，我去报名。好危险的预感。此人是谁？小雅老师。小雅，你这些年究竟去了什么地方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有多苦？大师兄，小心！不可能，小雅她。恭喜你们成为终身史莱克计划，我为你们自豪。既然你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，我也得去找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。等有一天，我们一起重建他们。想你啊。星罗城好玩吗？星罗城比名都差多了。爷爷，我院长，学生有负重托，本届大赛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依然屈居亚军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不必自责，知耻而后进，莫羡一时得失。史莱克是屹立大陆万年的霸主，但本届大赛已有颓势，他日必为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斩落马下。院长，本届大赛之行还有意外收获。万年魂兽，星罗帝国的眼力太差了。冥想三十四天，有何感悟？木兰，我找到了我修炼的方向，辅助。哦，九凤来一箫，可控制，可辅助；三声镇魂鼎，可控制，可防御，可进攻，两者结合，我有信心成为顶级辅助系战魂师。辅助系战魂师，斗罗大陆历史上还未有过这样的魂师，很好。你们俩呢？唐门。我的光明女神蝶和昊天锤武魂都是强攻系，未来除了修炼提高魂力，就是研究巧妙释放魂技提高攻击力，这与唐门不谋而合。我要将精神控制系的灵眸、强攻系的冰地蝎武魂和魂导师能力锤炼融合为一体，唐门就是最佳答案。你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，我很欣慰。过来，
宇浩，这块冰壁蝎左臂骨本就是你的奖励，这块万年紫藤右臂骨是少有的植物系魂骨，与潇潇你的九凤来仪潇相契合。另一块是我年轻游历时获得的光之破魔右臂骨，与王通你的光明属性武魂正好契合，你们现在就吸收了吧。多谢我了。怎么做的？我请你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雅，这小兄弟还没吃呢，你倒是先吃起来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好了，小雅老师，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注意你的身份。大哥哥，也请你吃。小兄弟，你还没吃呢。这些鱼是你从河里抓上来的吗？没事，我可以再烤。我叫贝贝，他叫唐雅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霍宇浩。太好吃了，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烤鱼。大哥，唐姐姐，我要先走了。霍小弟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这里荒郊野外的，而且距离魂兽出没的星斗大森林不远。多谢关心，后会有期。他不会要去星斗大森林吧？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定魂力，可能就是去猎取魂环的。他的魂力很弱，贸然闯入星斗大森林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快松手！啊！
上魂师，武魂是蓝天霸王龙，但曼陀罗蛇速度太快，不容易锁定。有生以来，除了妈妈之外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护着我。精神探测和精神共享可以帮助贝贝。我要帮贝大哥，我不是贝母。第一魂技，精神探测。共享，这是宇浩的魂技吗？方圆三十米景物，任何细微变化都会立刻反映在大脑之中。有了这份精神探测辅助，就算对曼陀罗蛇这种极善速度的魂兽，我也能料敌极限。第二魂技。雷霆万钧，小雅，快！没想到这么顺利。帮我护法，宇浩，多亏了你的魂技辅助，不然这千年魂兽我也没把握对付。小雅已经到了三十级的瓶颈，此次我俩前来星斗大森林，就是为了给她寻找合适的第三魂环。这次，她可要好好感谢你了。啊，不不，是你们救我在先，我理应报答。小雅姐的武魂是什么？小雅的武魂是蓝银草。蓝银草，创立唐门的海神唐三，他的武魂也是蓝银草。宇浩，你也知道海神唐三？在这片大陆，每个人应该都知道他的传说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跟我讲过他的故事。万年以前，唐门第一任宗主唐三带领史莱克七怪，击溃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武魂帝国，改变了整座斗罗大陆的格局。
奠定了魂师发展的未来，而他本人更是突破了99级封号斗罗的极限，成为不死不灭的更高存在。神奇，不错。而小雅的蓝银草虽然天赋不错，但是与那位先祖唐三的蓝银皇相比，还是有不少差距。那小雅姐是唐门当代门主。那你的魂力消耗很大，快坐下，我帮你调整呼吸。成功了。小雅，恭喜你了，这次这么顺利还真得感谢霍雨浩了。你醒了？我有那么凶吗？小雨浩，我问你，你要不要加入唐门呢？我们唐门曾经可是大陆第一宗门哦，而且唐门绝学很适合你修炼，此物名为玄天宝录，其内篆有唐门的鬼影迷踪、紫极魔童、玄玉手等等。别看现今唐门示威，但还有我这个宗主和贝贝这个开山大弟子，前途简直一片光明。不愿意。谢谢唐门。小雅姐，我愿意加入唐门。我已经没有亲人，天赋差，还是变异武魂。你们多次救我，还邀请我进唐门，能遇到你们，是我记事以来最幸运的一件事。我愿意跟你们一起重振唐门的辉煌。好，说得太好了，只要我们刻苦修炼，不断提升修为，将来必能夺回唐门府邸和基业。小雨浩，等出了星斗大森林，我有个惊喜给你。极魔童、玄玉手、鬼影迷踪、暗器白洁、恐吓青龙，唐门绝学果然不同凡响。雨浩，我来传授你一些基础身法。这小子行不行啊？没事，再来。雨浩的经络十分狭窄纤薄，多条经络聚合之处还有紊乱的迹象。停！身体天赋如此差，得依靠多少毅力才能将魂力修炼到十级啊？史莱克城，天下第一学院史莱克学院就坐落其中。小师弟，能考入史莱克学院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这是真正的强者摇篮，天下第一。